蕭太英明的帶領之下，我們的劇組的進度是還可以有時間吃雪糕的，你挺好，是吧？看看龍爺那刻心情怎樣，他想吃雪糕，我們沒理由不跟著的。是不是很多好東西吃的跟龍爺開過？沒有，第一次而已。看看龍爺那刻心情怎樣了。一定不是第一次的。當然不是啦，龍爺不同一點，他是喜歡整張餐廳那個那張單拿下來，那些叫什麼 menu 拿下來的，叫大家都選的。看完之後自己各自各選咯，跟住自己俾翻自己個份我，係咪最親的都是拖下手啊咁樣嘅咋？我哋有床戲，一嚟拍咗床戲啦，唔係啩？我真係噶，係真嘅床戲地搞笑嗰啲床戲咋？我哋套戲一啲都唔搞笑噶，好認真嘅，好認真地，好認真地搞呢場戲啊！係第一日開工已經，咁又唔係第一日，頭幾日，頭幾日啦，係啊，係啊。即是在大家最未混熟的時候拍了它好一點，就熟了，熟了之後拍就不是那樣東西。怎樣覺得怎樣？我覺得蕭公子也有眼光的，其實不夠你老婆而已，蕭安田都，你老婆蕭安田都不失為一個領導人才來的。在蕭安田指引之下，我們這些新人都獲益良多的過程裡面。